like a fire melting hearts。 解锁财富的秘密，理解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心态差异。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和 Coco Shenzong 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够轻松地积累财富，而其他人却为了糊口而苦苦挣扎？答案可能不仅仅在于他们的银行账户，还在于他们的心态和对金钱以及生活的态度。T. Harv Eker 在他的书《百万富翁的秘密》中，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强调，财富不仅仅是金钱财富的问题，还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态和习惯。以下将详细解释其中的九个差异。一、富人思考大局，而穷人心狭窄。富人专注于长期目标和抱负，他们能够看到远方的机会和可能性。例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会将目标设定在未来五年内成为行业领导者，而穷人可能只会关注每天的工作任务，而忽略了长期的规划和发展。二、富人坚持以结果为导向，而穷人付出时间作为报酬。富人愿意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付出努力和时间，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和回报。相对的，穷人往往只关注眼前的付出，忽略了长期的回报。三、富人相信自己拥有丰富的机会，而穷人专注于障碍。富人相信世界充满无限的机会和可能性，他们会积极地寻找和利用这些机会，而穷人则常常将自己局限在困难和障碍之中，无法看到身边的机会。四、富人基于结果坚持，而穷人基于时间付出。富人知道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他们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和责任，而穷人则常常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五、富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穷人只是想变富。富人具有清晰的目标和愿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实现，而穷人则往往只是追求财富本身，而忽略了富有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六、富人不惧自我推广，而穷人对此抱有负面态度。富人知道自我推广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手段，他们愿意积极地推销自己的价值和想法，而穷人则常常对自我推广感到不安，害怕被拒绝或否定。七、富人相信自己可以创造财富，而穷人经常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富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可以创造财富，他们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和责任，而穷人则常常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八、富人通过专注于机遇和行动来创造财富，而穷人则常常浪费时间和资源。富人知道如何专注于发现和利用机遇，并愿意付出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穷人往往只是消耗时间和资源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无法创造真正的价值。九、富人欣赏并向成功的人学习，而穷人则常常对他们心存嫉妒。富人善于从他人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尊重他人的成就，而穷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嫉妒成功的人，无法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距。要深入理解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心态差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每一个差异，并提供更多具体的例子和解释。首先，让我们再次回顾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九个差异。一、富人思考大局，而穷人心狭窄。二、富人坚持以结果为导向，而穷人付出时间作为报酬。三、富人相信自己拥有丰富的机会，而穷人专注于障碍。四、富人基于结果坚持，而穷人基于时间付出。五、富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穷人只是想变富。六、富人不惧自我推广，而穷人对此抱有负面态度。七、富人相信自己可以创造财富，而穷人经常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八、富人通过专注于机遇和行动来创造财富，而穷人则常常浪费时间和资源。九、富人欣赏并向成功的人学习，而穷人则常常对他们心存嫉妒。现在，让我们逐一解释每个差异，并提供相关的例子。
一，富人思考大局，而穷人心狭窄。富人专注于长期目标和暴富，他们能够看到远方的机会和可能性。例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会将目标设定在未来5年内成为行业领导者，而穷人可能只会关注每天的工作任务，而忽略了长期的规划和发展。二，富人坚持以结果为导向，而穷人付出时间作为报酬。富人愿意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付出努力和时间，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和回报。举例来说，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学习投资策略并承担风险，以期望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回报。而穷人可能只关注每天的工作时数，而忽略了长期的发展和成就。三，富人相信自己拥有丰富的机会，而穷人专注于障碍。富人相信世界充满无限的机会和可能性，他们会积极地寻找和利用这些机会。例如，一位成功的创业家可能会主动寻找新的市场和产品机会，而穷人可能会因为恐惧和不确定性而放弃追求梦想。四，富人基于结果坚持，而穷人基于时间付出。富人知道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他们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和责任。例如，一位成功的作家可能会花费多年时间撰写和完善自己的作品，而穷人可能会只关注短期的回报，忽略了长期的价值。五，富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穷人只是想变富。富人具有清晰的目标和愿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实现。例如，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可能会有明确的创作目标和风格，而穷人可能只是追求财富本身，而忽略了内在的幸福和满足。六，富人不惧自我推广，而穷人对此抱有负面态度。富人知道自我推广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手段，他们愿意积极地推销自己的价值和想法。举例来说，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会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而穷人可能会因为害怕批评或拒绝而避免推广自己。七，富人相信自己可以创造财富，而穷人经常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富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可以创造财富，他们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和责任。例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会积极寻找投资机会或创业机会，而穷人可能会因为种种困难而放弃追求财务自由。八，富人通过专注于机遇和行动来创造财富，而穷人则常常浪费时间和资源。富人知道如何专注于发现和利用机遇，并愿意付出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一位成功的投资者可能会主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或事业发展方向，而穷人可能会浪费时间在消遣娱乐上，而忽略了创造真正的价值。九，富人欣赏并向成功的人学习，而穷人则常常对他们心存嫉妒。富人善于从他人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尊重他人的成就。举例来说，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会寻求成功人士的指导和启示，并愿意从他们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而穷人可能会因为嫉妒而对成功人士抱有敌意，无法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距。总的来说，了解和认识这些心态差异对于任何希望改善自己财务状况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适应富人的心态和习惯，个人可以开始改变自己的心态，实现财富和成功的目标。感谢您抽出时间聆听我们的分享，我们真诚希望这些内容能给您带来启发和宝贵的收获。如果您觉得这次的分享对于您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请给我们一个赞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让更多人也能从中受益。您的支持将激励我们继续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此外，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及时获取最新的内容和资讯。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非常乐意听取您的想法并回复每一条信息。我们的使命是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更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探索无限灵感，成为 Tailwave 会员，加入我们的会员群体，无限下载电子书、音乐、
播客以及多样化的会员特权。你可在讯息栏中找到连结哦。最后，祝福您在人生的旅途中越走越远，获得更多的成就和收获。再次感谢您的支持。Kokashansen.net Burning hot like a fire melting hearts Taking us higher sparking flames We ignite the night With every move we're shining bright Blazing passion of force untamed Dancing through lightWe're not the same embracing heat We're on a roll Setting the stage We're in control Freezing cold Like a winter storm Chilling souls Taking them by the norm Icy touch Sending shivers down the spineOur rhythm freezes time, making you mine. Burning hot like a fire, melting hearts, taking us higher. Sparking flames, we igniteThe night with every move we're shining bright Blazing passion of force untamed Dancing through life We're not the same embracing heat We're on a roll Setting the stage we're in control Freezing cold likeStorm, chilling souls taking them by the norm Icy touch sending shivers down the spine Our rhythm freezes time Making you mine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in the game but